当我在他们家门口看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，小妹妹给我拿了一根杆子过来，然后她说要给我摘无花果，也不知道她啊 ，Hello， yeah， this Shuknan， Sana， 啊，这是他们的这个 cow， 哦 ，duck， 嘎嘎嘎嘎，嘎嘎嘎嘎 ，duck。大家居然有养鸭，好想吃鸭肉还有鸡肉。Do you have egg? Do you? 啥 ？Chicken. 果然，哇、哦，他们家这里完全是这种农村的风格。哎，比起刚刚那片菜园子，我更喜欢这儿。What's this? 啊 ，is 他们自己就是烘最原始的烘焙面包的方式。Yeah.Bread. Yes. Oh, it's good. Very good. 他给我这个，然后小妹妹又给了我一个无花果，是可难。我没有带任何吃的，给你看一下他们岛上的人是怎么生活的。他说这是他们喝水的这种啊，里面就是水 water.他们自己做的这种陶瓷，然后装的水。Oh, you speak Arabic or other language? Arabic? Arabic. No, Arabic. Sui, sui. Sufi. Yeah. 他们大家都在那个外面看那一片树园子，然后我就走进了他们当地人的家里，看一下他们当地人是什么样的。哇。这边就是整个就是村子了呀、这是他们当地人的家里，看一下啊、sleep yeah, 把一张床然后三个沙发 you banana banana 啊，他们这里面哇，房间里面好凉快哦，还有WiFi 跟空调啊，不错哎。这地上也是可以睡的，我看地上有枕头。是可难。哇哦，这就是他们当地人的家里了。这是他们的厨房。我看看，我还是觉得这个好神奇哦。他们自己啊，看到没有，里面是他们烤的面包，然后自己做的这样一个窑洞烘焙的，哇、哦、好有意思啊。It's bread and put on here. 啊，他说这个面包 Sun This is sun bread? Yeah. 啊，我居然这是put on in the sun、yeah. Sun bread. Yes. 哇、wow、哦 Yeah.Wow, it's amazing! No. No, I have. Yes. Shuknan. Wow, 我居然找到了太阳面包。这个阿姨帮我展示了她是怎么用头顶着这个面包的。Yes. Come on. Two. Two 了。How much each bun? Yeah. Four. 嗯。Four. Oh, what? 我刚刚问一下她那个鸡蛋怎么卖的，然后。他说是100磅一个，然后或者是让我给他们，拜，让我给他们钱。我以为他们的热情是真热情呢，像这种景点的人的热情有点消受不起啊。一个鸡蛋在外面的超市正常是1埃镑4毛钱左右，但是他说100埃镑，真的是把我当成大城市里来的人了，逮住我就坑呀。不过但是我看到了传说中的太阳面包，这是这趟旅程我意外的一个惊喜，哎，比我就是跟着他们这么走会开心很多。他们现在是已经在这里吃水果了。I go to some house and get some bread, and the people show how to get water, how to make something, how to 叭叭叭叭叭叭。Yeah, 香蕉。好了，这个呢就是送给我们的香蕉。没有杀过农药的长得就不是很好看。
尝一下这枚砂锅农药的是什么样的。好甜啊，就自然催熟的。跟我们中国长得漂漂亮亮的大个的就不一样，那些摘下来到认输的时候，为了保证它不坏，在很深的时候就摘下来了，然后他们就会放一些催熟剂。以前我去那个农贸市场了解过。